今天要开箱的是意大利制造的榛果甜筒，看起来很高级，一盒六支装，看起来很高级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意大利 GSOGNO 可可奶油榛果甜筒，意大利制造的，好炫哦，很高级，意大利做的，看起来很好吃，一盒没有六支，这个写六支，哎呦，看起来好高级，很精致的感觉，好不好吃？哇，好酷哦！那包装也太炫了吧，好特别、哦。好酷哦！我第一次看过有人用这样包的包装的，这是另外一种环保包装了，好酷哦！还有看起来好高级、哎、好漂亮哦，甜筒做那么精致啊，看起来好高级的感觉、啊、饼皮是软，饼皮是软的，不是脆的。不知道怎么形容，跟我一般吃的甜筒好像不太一样。甜筒是软的。好。冰淇淋上面的巧克力。吃起来是一点苦淡淡的苦苦酸酸的风味，还有行车安全，还有车本身的安全，还有您的选择都非常的重要哦。今天这一个天桥下主题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，而且他们是世界领导型的品牌，今天呢特别的来推荐呢，他们是
是来自于世界级领导品牌 KYB， 还有这个汇丰汽车，对不对？里面的冰淇淋 吃起来是蛮顺口。冰淇淋表面吃起来是软软的，但是又有点脆脆的。嗯，蛮特别的口感，软中带脆。冰淇淋我觉得有点甜。这个鹌鹑要有，我想呢，这个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好好。软质甜的应该比较喜欢。就有点甜。但是又吃起来很顺口。很特别的口感，不会是那种。哎呦，这里面还有巧克力啊！那小碎巧克力。嗯，这彩蛋吗？嗯，这尾巴上巧克力好吃。这尾巴上巧克力吃起来像生巧克力，一开始吃起来还好，啊，越吃越顺口，越好吃，好特别。嗯，最后面那巧克力很好吃。嗯。